宋仲基、宋慧乔离婚一事引发各界关注。6月28日晚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张二人合照，并透露称该照片来源于宋爸手机。博主说，这张照片是2018-09生日在大田的时候。照片中，宋仲基戴着眼镜，很是清爽；宋慧乔留短发模样，温婉知性，笑容甜蜜。画面氛围静好和谐，令人感叹物是人非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